由中国艺术基金会、亚洲文化中心和纽约东方室内爱乐乐团联合主办的青年古典音乐家的现代诉求春季音乐对话活动，九日晚在曼哈顿中城的亚文中心举行。来自中美两地各领域的数十位著名艺术家汇聚一堂，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对话与表演交流活动。从此不知你心中无语了。